回来真好。哇 ！OK， 现在我就在录一个 video， 很 random 的 video， 所以就是明天我的姐姐要从香港回来哦，所以我要饿整她。实不相瞒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，然后明天她下午5点就会回来哦。然后你知道一个人在国外是很孤单、寂寞、冷，所以我就打算做一个东西给他。我要讲吧，它现在卡住在里面了。我放到不好看，我不能拿出来耶。哦，我真聪明。我突然间发现这里后面有设计说明书。随便啦，就这样子。我是不觉得你有捡到什么啦。你觉得他会开心吗？我觉得会。OK， 我们明天见。啥的？OK， 现在是现在是星期五。的早上，下午我要去接我姐姐。现在是早上，然后呢，对我在穿一样的衣服，因为我昨天没有洗澡。现在我就在印那个，虽然 printer 很贵，可是一年一次 ，anyways。20张欸，我不是要全部我自己来剪啊，哎呦。超慢的。更新一下，现在已经是，对啊，就是4点多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洗澡，我的人生真的好没有规划，好不自律，哈哈哈哈。OK， 现在我就要贴他的墙壁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天堂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广度。新年就是热，祝你开心每一天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直接没有被吓到怎么办？如果没有被吓到的话。
定要被吓到，要不然我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再见。你们想看吗？一二三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看他的反应啊。很紧张，很紧张，要不掉，要。把那个东西放在他的房间里面了。紧张，如果第一次 prank 没成功，不能再 prank。哇，妹妹，你会回几局呢？准备黐到线，黐到线喎，黐线 ，what the？ 你做咗做咩？你做咩 ？Oh my god！ 有脑吗？有录到你吗？有哎、欸，有脑吗？你做我，你做，我只有做啥？这二十一张的多少？来来来，我拿一个东西给你，二十一张嘞。Disgusting. 我跟你讲，我没有肚子痛。你爬上来就弄这个东西吧？没有啊，那是 camera。所以你刚刚是那个，你刚刚是弄这个东西吧？然后你这边早就粘好，是不是？这早就粘好啊，傻妹。然后我想说，就真的很丑哎、欸。你可以你看那个杯，那个杯也是，真的是密集恐惧症哎、欸，这是什么鬼哦 ？Oh my god！ 快点照啊！我真的，我完全无感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无感，很恐怖哎、欸！我已经无感了。哇，你知道吗？我弄这个 blend in 啊， blend 这个东西 blend 几久啊？跟那个脸一起的时候，辛辛辛苦 blend 哦。哎、欸，我是想知道，如果你飞的时候，是不是就长不了？闭嘴啊！对呀、啊。来，我们跟影片说拜拜。无语，真的是有够丑啊！竟然放这张东西。姐姐回到了马来西亚，回来真好。这种就是自作自受。这波色因为太重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自己倒下来了。